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节目。来，今仔日的节目吼，咱甲大家做伙谈是《罗德记》吼。来，高调高调高调，即嘛进入了高调，什么款的高调呢？因为罗德对着伊的大家来到一个伊无熟悉一个所在，捌无半个人，敢若捌认大家尔。吼、哦，为着生活去到伊一个亲戚，伊也毋知伊的亲戚，后来才知影，叫做普阿斯。去到伊个田内面，伫迄个所在，伫捡一个人修行了所存伫田中的一个大麦，哦，大麦来捡。结果呢，普阿斯知影这个负责人实在是真难得，吼、哦，真友好，啊，互大家风评拢真好的一个好的查某人，吼、哦，所以伊也真温待伊咧。所以这个代志当然过一段时间咯，过一段时间了，有一日，因大家就对罗德讲。讲罗德啊，你本来就爱去找一个人嫁，哦，这跟咱即卖爱情观无关系哦。这唔是因为讲啊，罗德还佫身材偌好，还佫辣妹安尼，唔是，其实是因的文化，就是讲一个查某人袂当无嫁人，一定要嫁人，嫁人才有一个挖口吼。那无嫁人，就是代表你足差足差的啦。所以讲你爱嫁人，啊，我感觉吼、哦，普阿斯就是你。上好的一个对象，哦，啊，这个普阿斯呢，照理讲，已经不是一个少年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来伊对这个罗德讲啦，哦，当罗德这个故事咱后边讲吼，但是当罗德照因大家吩咐吼，啊，去对伊表达讲吼，啊，因大家五万公也当尽伊的本分来娶这个罗德做某的时阵。普阿斯有讲一句话，讲我真愿意，哦，我真愿意，因为呢，阮规城的人拢知影你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查某人，哦，大家拢知，因为有真侪少年人有足好的条件，你拢无对应去。意思讲，以你的条件啦，吼，那以大家对你的风评，是你敬别人，唔是别人敬你啦。哦，你若讲有介意着某某人，人对你一定原来是会接受的，但是你拢无。好，你拢无，你安尼安分守己，拢无咧想一种物件，可见你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一个查甫囡仔，唔是种真随便啦，唔是敢那看到查甫就对人起迄款的查甫囡仔，唔是种个感情真空虚，足需要查甫人，唔是迄种的。所以一寡少年啊，你拢无对啊，你要对我，当然唔是讲安尼就代表是老乌啊，但是至少代表讲可能是一个中年人。再加上讲，伊是一个财主，吼、哦，加上讲伊的产业换了真侪，所以照你讲，无可能讲二十几岁安尼少年啊是无啥可能啊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圣经关系到普阿斯的资料记载了，无讲真详细，无讲真侪，但是这个过程中间对因的对话，咱也当时讲，这两个人拢正人君子啦。所以因大家哪有面就甲讲啊，讲吼，你即马定定去遐咧做吼，啊，甲伊这个普阿斯的下面的一挂查某囡仔，大家拢做伙。拢真熟啊吼！啊，我想吼，即马你爱找一个机会吼，你爱主动对普阿斯表达讲，咱五万公吼，伊甲咱帮忙吼。迄、那个帮忙唔是种男女安尼爱情迄种的帮忙，迄、那个帮忙有骨较济，也是一种责任吼。这跟现代人无同款。古早人认为爱情是一种责任，什么叫做爱？爱是负责。咱现代人讲爱情，啥物是感觉，差足济。吼、哦，爱情是感觉啊，所以咱两个人若爱的时阵吼，咱两个人会当牵手啦，会当相亲啦，会当发生关系，因为这叫做爱情。所以咱现代人爱情是一种感觉。所以我拄好讲啊，我即个讲罗德奇一开始就讲，罗德奇是一个爱情故事，但迄个爱情故事可能唔是咱现代人的爱情，因为现代人的爱情是比较较侪建立伫即个两性的性的关系。建立在这个感觉上，不是建立在一种责任，所以古早人迄个爱情可能是较呆板啦，哦，较刻板啦，较无遐尼活泼，较无遐尼啊罗曼蒂克有气氛。但是吼、哦，较早人的爱情，咱来形容讲，敢那石头同款啊，顶翘翘，曲曲曲曲曲，但是吼、哦，真坚固。现代人的爱情观念跟以前无同，所以我一定要解说吼，啊，无有人无了解讲，哎呦，那种爱情跟咱即马差遮济吼。哎，较早是真保守还是安怎？你无了解，
迄对爱情的感觉完全无同。即摆人咧讲爱情是安怎？即摆人咧讲爱情就是讲哦，咱做伙的时吼，都爱一定爱发生关系，爱有迄个亲密度才叫做爱情。因为电影咧做拢做安尼啊，媒体咧播拢播安尼啊，电视剧嘛是拢播拢播安尼啊。所以即摆若有男女朋友，若交往真久，拢无安怎，咱唔相信咧。阮教的一对青年交往九年啊，我有一摆，我去咧同剪头毛，爱一个小妹。小妹妹啦，伊大概读这个职业校，就是咧美容专科的学校。伊还佫足细汉呢，十几岁呢，一直甲洗头。我就咧甲伊开讲，啊，你即摆少年仔吼，真正拢即摆感情拢真开放安尼。像阮教会有一对吼，已经自大学一年就交往到即摆，两个人也拢无发生甚物关系啦吼。啊，两个人都是男女朋友，讲安尼个人嘛感觉真奇怪。伊咧甲洗头是讲。哈，哪有可能九年呢？我嘿啊，哪有可能做伙九年啊，拢无安怎？你看，对一个十几岁的查囡仔在讲洗头，伊就感觉啊，男女朋友有爱情，都一定要做一种代志的嘛。哪有可能讲咧爱情长跑拢无安怎？拜托啊，那阮较早阮较少年的时，迄阵阮看阮的前辈，迄、那个爱情长跑十几年、十五年，迄嘛拢无安怎？迄哪会敢安怎？迄古早哪敢安怎？你就该死啊！你都不想要安怎？即嘛唔是呢？人家交往七八年。卖讲七八年啦，有当啊！你若讲甲一个男女朋友，即摆吼男女若做伙有超过一年，就真了不起啊呢！我即摆拢定定咧换的嘛，所以我拄到一个实际情形，因为我捌人邀请去纽西兰去锻炼一个青年的宴会，其中一个青年甲我问讲：牧师啊，我听讲台湾即摆真乱，会到遮来，伊安尼对台湾去的，真久无转来，竟然讲伊听讲台湾即摆真乱，哦，伊是十几岁的人尔，伊讲因为伊有一个同学。暑假回来台湾，咱叫做打工啦。因为纽西兰太无聊了，所以暑假里啊两个月要取消，啊就回来台湾佚佗，啊回来台湾就找一个工作去打工安尼啦。讲两个月尔，就甲因男朋友已经上床啊，吼，啊唔啦，安尼讲哦，足好个啦，真开放，真自由。我像阮伫纽西兰哦，足保守个啦。我伫台湾安尼真开放啊，大家拢大汉啊，拢大人啊嘛。啊！你红色闹，你敢知？人家讲啊，你才大汉啊，你要做啥物代志，家己负责任。咱就只要戴保险套，食避孕药，咱无要紧。怎做一种代志？哎嘛，感觉无啥，所以转去了吼，因为迄个纽西兰的华人移民起来的华人有的也够足保守的。这个查囡仔十几岁了，转去了吼，偌骄傲呢？家己去讲哥，你敢知影我今年转去台湾？你敢知我即马是大人啊？哈！啊，你哦，你太信了啦！哈！你跟你女朋友已经好几个月啊，已经过两年啊！啊，怎敢哥打这个肩胛头？那个打来讲，哎、欸，什么时候把他搞定啊？因哥哥看。听一个硬面去，我这个妹妹，因小的竟然问因哥哥，讲你当时要交女朋友搞定，哦，迄、那个搞定的意思就是讲，意思是讲，哎，爱甲伊发生关系。啊，即马因这个女朋友去到食饭店无？伊妹妹搁咧讲啊，讲你们很逊呢，讲啊，恁是足差呢，啊，我去两个月尔，我就先讲啊呢，啊，恁安尼不遮久哦，还迄女朋友伫遐，伫到咧食饭的时候，迄手在要放对倒去，伊讲。听到足奇怪吼，因家的人来甲伊讲，叫伊就要甲因哥哥发生关系。伊讲这是咩家庭，错乱去啊！你看，咱台湾的社会即马都是安尼，讲安尼就叫做爱情啦。哦，看你啊，听到声要昏去啊，听到一个足摇头，都唔对的事，代志硬甲讲甲对，啊，甚至去叫别人做甲伊同款的代志，讲安尼才叫做对，足可怜啊！你若看罗德基，迄种爱情跟咱即卖爱情观念差太济咧啦，哦，所以迄个阵，当拿尔米对罗德讲，讲你爱去找伊，哦，你爱去找爱甲伊讲吼，咱是无挖口的人，啊，你是咱的亲戚，犹太人一个习惯，大家知影嘛吼，那哥哥死，弟弟爱娶，啊，那无弟弟变怎亲戚，上界亲的亲戚，会当。愿意来尽这个义务，讲安尼，我愿意吼来给你帮忙，我愿意给你照顾。这是一种亲情做伙的一种责任。这是古早社会，因为古早社会这个人吼真容易死吼，流行一个什么疾病就死一大堆人。所以人命唔是像咱即马哇住一个社咧吼，会当活足久的。迄人当时要死唔知，所以人会当活伫世间，会当活落来是足宝贵的。所以，若有人做有着不幸，咱其他人爱尽量甲伊帮忙，这是古早的一个观念。啊，啥物人要帮忙，你若是亲情，你有这个责任，吼、哦，你会当来帮忙你的家属，
好因会当继续落去。但是你嘛，你若无爱，人嘛袂当甲你安怎啦？看你袂唔咧，看你有这个疼心嘛无啦？哦，敢袂是讲人诶，恁各个囡仔无钱通读学费啊？啊，看你要伸手无啦？你若唔伸手，我那社会有足侪善良诶，这个善心诶人士，大家关心，这个我那是有啦。总是你应该是伊诶亲情，你唔都应该你爱先哦，你要这么亲，这应该讲这个囡仔你爱。加减是你的责任，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啦。哦，所以呢，那阿弥就对罗德讲啊，讲我甲你讲一个方法。哦，因为呢，我的文化你较无熟，我甲你教。就是呢，即马修行啊，对不？即马暗时啊，哦，暗时啊教的时候，你要换衫换好清气，哦，啊，咱来穿好洗好洗，唔是穿迄落什么细肩带、个蕾丝的，哦，唔是款的哦，哦，咱来穿衫穿迄落正当的衫。啊，无人讲当做迄个叫客人吼，就死啊咧吼！啊，你穿个足正式个囡仔咧，到暗时啊时吼，大家困的时候，你爱去困伫这个波阿斯的脚的下面，吼、哦！因为咱人咧困的时阵，脚有当啊，咱叮当吼，脚老物件，咱会有感觉嘛吼、哦。这因为一个文化习惯，你困伫伊啊，吼！啊，过来安怎？伊会甲你讲。这个路都可能感觉怪怪奇怪，阮遐都无这个习惯，你就唔知什么习惯吼。啊，这个习惯物件足歹讲个啦。你若讲本身人咧嫁查某囝咧娶某无，迄有足济习惯的哦，足济习惯，这个什么意思咱嘛唔知咧。迄都已经年代真久啊吼，即嘛变成一个文化的习惯去啊吼。啊，所以犹太人古早唔知什么习惯，咱嘛无清楚啦吼。都欢迎伫这个拿耳面是敢那真熟安尼讲，都反正你做个家过来安怎做吼。都爱看这个波阿斯啊，过来边安怎做，伊会甲你讲。所以这个罗德王啦，真正真有啊，足乖的啦，这噪音啦，真足乖的啦。我跟你讲啊，咱即马台湾这个环境，你唔知啥物叫做乖啦。咱即马台湾，你个嫁未出这个足乖的噪音啊啦。但是吼，你若看一寡外劳，真正足乖的啦，真正足乖的啦，你敢知？像老三，阮倒请一个外劳，因为阮爸爸的身体需要，有达到这个政府规定会当请外劳的这个标准，吼、哦。都伫门城需要人照顾，所以我就请一个外劳啊，请一个这个印尼的，迄有影有乖，迄真正是咱，若甲咱台湾的查某囡仔咧比较，真正有够乖，我唔知要怎讲啊，有够乖的啦，会当一日拢无出门咧。当然，我唔知讲是毋是每一个拢安尼啦，但是我即摆要形容讲，啥物叫做乖，互大家小可会当去想象吼，迄、那个罗德的迄个乖吼，迄实在是甲咱即摆查某囡仔足无同款啊。哦，咱查某囡仔爱水哦，爱踅街，爱佚佗吼。哎，人个查某囡仔二十出头岁尔，有够乖。因为医生甲讲两点钟哦，咱那个冰心冰一摆，爱心有够乖呢。暗时啊咧困吼，人两点钟一定拢爬起来。爷爷，爷爷，哦，起来，啊，就甲翻身，吼，啊，就甲变安尼，啊，那袂会入窗嘛，啊，无啥会晓讲咱的话啊。都爷爷、哥哥、哦、姐姐，啊，叫阮母王叫太太，吼、哦，太太安尼。有够乖，啊！食物件食足少的，啊！你做吼、哦，哎，阮兜安尼穿甲呢吼，阮小妹讲吼，连迄个阮小弟啊房间的 CD 有无，一袋一袋啊，伊讲安尼，甲恁兜安尼穿甲安尼清气清气，连迄 CD 都一片一片吼，啊，摕落来穿呢，七件金丝直接搁摕登扛嘞，嘿，有够乖的啦！啊，你讲你无出去行行来讲，不用不用，我、哦、真正是敢那机器同款啦，有够，阮专家哦。大家人对拢有够佩服，连阮爸即落吼，我那是对安尼无可挑剔啦。吼、哦，查某囡仔乖到即个程度，迄若无亲目睭看到，咱是毋敢相信。依咱台湾的环境是无啥可能啊啦。吼、哦，啊人外国即、這个因为要来食咱的头路吼，真是真乖。吼、哦，所以我想当年罗德吼，一定也是乖到让人感觉会感动啦、窝心啦。吼、哦，啊到底即个代志安怎发展吼，咱休困一下，等下继续来讲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咱这集呢就是咧描写讲罗德是一个足乖巧一个查某囡仔哦，因咱大家个叫伊去做，做出来咱感觉怪怪吼，那也无代无是讲穿好好安尼，啊去一个查甫人，啊讲人个皮甲掀起来吼，啊去困喺人个脚下面吼、哦，当然迄都唔是讲入去伊个房间啊，我从迄阵因为咧修行个时，大家工作啦吼、
可能是困咧即个广场还是安怎啦，唔知吼，都一定唔是讲阿入去伊个房间安尼，跟咱即卖即个建筑无同款啦。所以呢，罗德山照因大家甲教，怎啊？迄日大家安尼修行，暗时啊拢工作较忝的时阵，伊怎啊去困伫即个菩萨的脚底？圣经记载讲，迄只叫半暝啊，菩萨困过来讲，哎呦，奇怪，脚底是啥物物件？是家抓还是啥物物件？那妖妖呢？向阳惊醒，一日看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啊，罗德啊，你哪会来困伫遮？哦，罗德你哪来困伫遮？啊，罗德都，罗德我嘛唔知，这里的文化你问我，哦，罗德只有讲，啊，都阮大姐叫我来吼，讲、哦、你是阮一个足近足近的亲情啦，哦，爱、啊、讲你应该知影要安怎做，啊，啊，罗德实在是真正啥物代志都唔知啦。所以有人读到这段是无了解，讲罗德是不是安尼这么主动的查某囡啊？其实罗德根本都无了解这个文化，都、就是足乖的啦。哦，所以我咧形容讲，敢那亲像老三阮兜有一个，有请一个这个外劳吼，真正你也体会到讲一个足乖的查某囡啊，会乎你感觉讲查某囡仔足好的啦吼，足乖安尼。我怎啊跟小弟讲，哎、欸，啊有你都还袂娶，啊无怎啊，这个玩啊袂歹。一个月咱阁升万几块，本来工作怕死安尼，我来咧讲笑安尼哦。我这足乖，互你感觉，这查某囡仔足好安尼。我想落地迄个时阵吼，嘛是同款吼，互人有种感受，讲这查某囡仔真乖，足好诶。吼，啊，所以普法师就讲，无要紧，你诶意思我知影，因为以阮诶文化，那像你即款诶无我课诶人，一定都爱找一个人来导课。但是吼，你是足好吼，因为足侪少年家啊。你也拢唔敢乌白眼看，我感觉你是一个足正当的一个查某囡仔。今日既然恁那个有迄个意思，讲愿意，予我有这个机会，看是不是我表达我的责任，甲我的贴心，哦，我一定愿意，哦。但是咱拢照规矩来，拢照规矩来，哦，照规矩来就是，我是甲恁足近的亲情，无唔对，但是吼，哦，也够有一个亲情，比我又够较近。那要论资格，伊比我也佫较有资格，哦，也佫较有资格。所以吼，我会先问伊，伊那是愿意，安尼你放心，哦，你放心，因为伊那愿意，一定会好好对待你。啊，伊那是无爱，啊，我算排第二，第二顺位。所以伊那无爱，安尼这个责任呢，我来担，哦，你放心。所以这个代志你放心，安尼我知影要安怎做啊。啊！你即马吼点点，你即马紧转去，吼！你即马紧转去，吼！这个代志较袂妨怀疑讲咱有安怎，吼！你即马紧转去，安尼吼，啊！炸礼物转去见你的大家，啊！所以呢，圣经记载讲，伊怎有摕六地的大麦甲地咧吼，当然一定唔是讲真大地啦吼，讲六部地，我要当时也无可能啦吼，安尼啊六地啊摕转去引导，上头转去引导。啊，将这个罗德呀送到登基引导。虽然对这个过程中间，你就看到讲，这个普法师原来是正人君子，哦，伊那是如果伊那是因为贪着罗德生做真水妖娇美咧，一定会讲啊，安尼这个代志哦，你交在我手中就好啊，哦。虽然也阁有一个比我比较有资格，但是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用一个诡计，哦，你放心，哦，你爱的是我，我一定会甲你娶，但是唔是嘛？伊两个人谈恋爱，唔是这种谈法嘛。所以呢，伊讲，如果迄个亲情吼，比我更加亲的啦，伊若愿意来协助，伊若愿意来娶你，伊若愿意来负责你后世人要用的物件，安尼这原来真幸福。所以你敢知迄种观念？古早人就咪讲，爱就是互你幸福，爱就是为你负责任，爱唔是讲啊看你水，迄种物件实在是。足肤浅的感觉，哦，看到水的查某囡仔，咱就冲动，迄、那个叫做性，迄、那、毋、個、是叫做爱。爱是替对方想，爱是真现实来处理这个生活上的物件，这个叫做爱。所以对因来讲，爱是等于是一种责任啦。所以这个破坏事就在处理这件代志时，迄、那个规个过程拢真理性，哦，拢照步来。所以咱对这个过程，咱来推断就是讲，伊并毋是因为这个。罗德吼，生做乐乐啊，散散啊，哦，散也这个散围吼，安尼有腰是腰，
这个人讲该油的所在油，啊，该错的所在错啊，呢，伊唔是，完全唔是为着这个原因。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也了解这个文化的差别。咱即卖文化改成无同款，所以袂当用即卖眼光来看以前。所以真侪人读落得去，一读无的原因，就是伊无对这个角度来思考。伊跟他想讲，华人谈乱来，咱谈这款的啦，是到底有爱啊无爱？我若看袂出来。你若依咱即卖来讲，铁达尼号，当迄个查某囡仔想要对船顶跳落时，那个查甫讲，你跳我嘛跳，我爱你。咱感觉迄叫做爱啊，迄是一种气氛啊。其实你姓啥叫啥名，伊也唔知啊啦，对不？那伊即卖来讲，卖做种代志啊，即卖做种代志，为啥物哦？因为即卖足侪人变性诶，愈来愈侪啦。哦，你爱着查甫啊，查某你就先搞清楚啊，咱就咧讲真正诶。哦，所以讲，唔是靠这个感觉啦，要做真无久嘛，牵一个，哦，去变做查某诶，哇、哦，看到真正是有够水诶。你若无了解伊诶背景，你根本毋知讲伊本来是一个查甫啊。啊，所以爱吼，唔是一种感觉。不是外表，爱其实是一种的真诚恳的一种态度，愿意负责任的一种的态度啦。啊，这就是罗德基和咱所看到极其可贵的故事。故事也未说吼，到底的亲情未啊？嗯，肉体相情，咱后回分解。我讲老三啊，对这个罗德基呢，咱大家学习到一点，就是人只要活嘞，就有希望。你讲是唔是啊？对，咱罗德基就甲咱人讲一点，叫做天无绝人之路啦。吼、哦，人只要活嘞吼，就会当有愿望。亲像罗德甲这个拿二米，虽然遮艰苦，但是咱这个故事发展落去，你看。慢慢，迄个好的结果呢，就产生咯。最近啊，台湾社会有一件代志呢，我想呢，咱会当用罗德基个应用伫伊个身上啊。啊？台湾有啥物款代志是会当将罗德基应用伫伊个身躯顶呢？清华大学有一个真出名个精杀。一命案，老三你捌听讲无？哎呀，当然啦、啊，咱虽然讲对这个八卦新闻咱唔少有兴趣，但是呢，你拄仔讲个案件我有印象。啊，都两个查某囡仔因为这个争风吃醋嘛，都爱着讲一个嘛，一个研究所的咧。啊，结果呢，其中有一个女的吼，竟然安尼一时失手，将另外一个查某囡仔怎拍死？你讲的是唔是这件？对，就是这件咧。后来呢？一个凶手呢，被判刑判18年啊！18年哦，这个我唔知道。哦，伊判18年安尼哦。不过安尼唔知算轻还是算重呢？那伊只少年佫读研究所，18年出来真正变欧巴桑啊呢？但是你讲无轻，杀死一个人18年，安尼原来是算安尼做算，原来是无讲真重啦吼、哦。不但18年啊！而且爱赔偿2500万呐、啊！哎呦，2500万，当一条命都唔拿人的一个查某囝饲甲这大汉啊！2500万，你讲2500万，嘿啦，我的查某囝拄着这个代志，你2500万，你去赔我2亿，我嘛无法度啦，迄只足伤心的代志啦。但是我要讲的唔是这啦，哦，咱唔是咧讨论讲司法有公正无公正。咱是咧讨论讲，这个凶手伫监狱内面呢，即卖经过适当的服刑期间，经无偌久时，因学校的校长呢去甲伊看，传出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啊！哦，你讲伊的校长去这个监狱内面甲伊看安尼哦，安尼不简单嘞！迄个我爱去遐看嘞，迄规个学校名声拢叫拍歹去啊！你敢知？迄校长竟然去甲伊看，安尼是毋是去甲直直去甲骂一下？毋是，校长去甲看，甲伊鼓励，甲伊讲人生总是爱行落去啦。过去发生的错误，拢已经是过去了。无论如何，人生这条路，你还阁少年，爱坚持到底。结果，这个凶手听到这个校长对伊讲的话，感到目屎，对校长讲：校长，我对不住你。
我这种歹学生，害咱这个校安尼足无面子的安尼，竟然你阁敢来甲我看，啊阁敢对我来讲这种鼓励话，再看我真有气咧！哦，安尼我真爱甲拍破啊！哦，有这款的校长真正有疼学生，竟然去家家内面，阁看这个杀人的凶手，无因为咧讲，我校长叫你害死去安尼咧，啊，我名声拢互你拍歹去安尼，啊，竟然无。过去来看安尼哦，是啊，一个校长讲出一句话，伊讲这个世间并无迄个咱应该将伊放弃的人，也就是讲世间每一个人，咱拢应该存着五望来看待伊啊。就算像你这个杀人的凶手，咱也是爱去互伊有机会。哇！在咱台湾目前的社会，当有这个温暖的故事吼，哎、欸，真正小老三，我感觉这个故事，你今仔讲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，真正甲咱这个罗德基的精神吼，真会合。安尼老三，你今仔讲咧讲了，真赞吼，我对这甲你钦佩一个。哪里哪里，小可代志，各位时间到了哈，明仔再继续收看小老三讲笑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哎、欸，我今仔讲这个故事。